等他们，等一下五分钟。刚内心的辛苦是在想什么？在想你们很辛苦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不是在落井下石哦，你没有今天。这个落井下石应该会报应吧。炎亚纶十一号出席代言活动，准备访问时却遇上李静蕾再次开锤，贴心如他可是等媒体先忙完了才开始访问，而刚休完年假他就预告即将进组，因为角色需要他也疯狂健身了一番，衣服布料比较少，比较没有遮蔽的这么完整，现在 胸跟腹肌都不错。除了戏剧的作品以外，唱片今年会有单曲。我今年在录的是自己实境节目的主题曲跟片尾曲。因为恋爱我的能播吗？我很激烈。激烈小听。敢爱敢恨的那种激烈。是有点像雷神那种敢爱敢恨。哇塞！我只要雷神巧克力哦。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躲过？关于对雷洪婚变的看法，他还是说啦。爱情真的是太复杂了，我不会恐惧，但我觉得婚姻真的不会很吸引我，就是因为我在看后面应该是结过婚的大哥们，眼神都死掉了。我想过嘛，对，爱不需要用一张纸来绑住彼此，这样。里面都会有很多张纸，离了不止很多张纸，还有很多新闻。人间最清醒，果然就是你了。